要走多少才可以指定英雄啊，特哥？要走多少才可以指定英雄啊？只要看你要指定什么英雄啊，每个英雄价格不一样。力大师啊，努努啦，嘉文、斯瓦尼、卡利斯，那种夜曲这些垃圾角，你就要足够的美金才遮得住我的良心，因为这些角色是端不上职业台面的，就我需要一点美金去遮住我的良心，懂吗？真的吗？那就力大师30美，这样也破坏职业选手黄金，30美就可以买职业选手的良心吗？问我师傅没有？终极战士易大师，我可以玩易吗？赢了，请大家吃饭。就决定是你了，切爆格雷夫！不是我把你切成白痴，就是我被轰成白痴。对面一点都不害怕我的易大师、欸。我必须要颠覆对面的想象，他们想象丁特是白痴，垃圾易大师爽赢，呵呵。那他们错了，他们真的错了。我演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血他们这把。易大师很强，终极战士。开局直接买垃圾水，然后我们这场目标是先弄出血爪，然后六等去单杀这个鬼夫。然后在这之前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不能让格雷夫反我野，所以我吃每一滩野怪都要很小心。护农农起来，我一定吊砍他，尽量把节奏带到护农，又或者逼他得 gank， 得 gank 的时候我们来反蹲一波，哎、欸、也是可以。九二一大师还没做事，队友就先单杀，傻小王品哎、欸，干太贵了吧？有没有怕他反野，直接中三狼不演了、啊，这样怎么吃蓝霸、啊？那就先吃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吃三出啊！啊啊！嗯嗯，想黑我，想请我吃 A 黑，这其实我们是好的，因为我们补过一个装了，补了个装，然后出来有没有跟他一样三等半，士兵还多他两只，稳啊稳啊，进节奏了，进节奏了。格雷夫还在晃，嗯，然后他蓝霸好像有眼。拉一下，他感觉要来了，我有感觉到，对他来了。哇！哇！队友嘞！我撑这么久，结果队友不来，中路酒桶什么鬼啊！我成天在那边闹，中路酒桶傻小，太震惊了！哎呦，好吃！四个小的我也爽，送啦！有没有大的可以吃？喂，你出错装啊！点自己黑字啦？一定要直出噶，黑字一定要直出噶。天外飞来个冤啊！哇！这傻小啦！阿德嘞，以后不开放干爹。懂那点英雄了啦，硬上来选一只废角，跟秀下线。看我这选一只废角，那边刷87的，这30块拿来羞辱我啦！没关系啊，说着说着没快6了，只是离血爪有点远，我装备走得好远。终于开干，哇，这个炸！开干。哇，这个炸！我太震惊了，这个炸！我哎，我按个 W 都拢。哎呦，我们家反完餐出，再杀他上路。啊，计划好了，计划好了。没来，我们就吃个河蟹，再看看。哇，下路！又被六哎，陈天志。哇！好啊！有装了。呜呜。
有吗？还 Q 他一下。一直打喷嚏。跑哪去呢？所以打我。哎，不是。所以打我，我记起来。收赔啦，易大师！收赔啦，丢！收蓝赔啦！我操嘞，在那边喷死！叫香港队友大声叫不接，活该！我就是香港人，我就是港仔。啊，鼻子好痒！哎，干嘛啦？哇！别人捅了！啊！我操！我烧肚子！还有点燃！然后久等，我们赢格雷夫一等，等级才是一切啊！那个040什么都是假的，你不要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赖给了。来嘛，我帮你吃蓝，然后蓝给我嘛。把蓝霸炸出来比较好吃，是不是？这吃法前所未见啊！乐方一点就想瞄我，没有。撞他！好啊，好啊！啊！吃狼，吃狼，吃狼！真的太过分了！哇！我们七人太胜啊！操嘞，虎落平阳被选七哎，这些人。吃个龙也来血我哎！哎呦，该割秀一波咯，屌分推，直接拆不演，怒拆，切切切切，哇，有塞洛的演，对不起，好欠对方吃日子，哇，假的，你干。这是哪一次的啊？上路没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没大，我没大，我补血了，我补了还没秒，我不管 ，Henry Boy， 你，我要告你，叫我玩这个，我一定要告你，那我被烧080，我这辈子真的还没080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助攻是不是？助攻啊！我还需要你助攻！我干你娘！你把人推走干嘛啦？信不信我屌接来看？加油，你行！送好送满。不可，你想感受那份云蓝色。
来了精神抚慰剂。你打我给你快乐中药啊，给你买胃药。给你买胃药。师妹买我胃药。打完。送啦，爽龙。安安特哥昨天让你戳掉分数，真不好意思。谁是 Henry Boy 吗？怎么这么有品 ，Henry Boy？ Henry Boy 不用这么客气啊，这个会戳掉分数，我也有责任啊，我也有责任，是我没有评估好，我没有评估好，我应该在，我真的没看到那场中路是九桶，我如果看到中路是九桶，我一定直接跳，我毫不犹豫，我他妈直接跳中路九桶。比江狗一大师还戳啊！真的，啊、我没大，我补血啊！我补血啊！